非常重要的，那你就收正，好，来，来，那比如讲，咱咧游行的过程中，哦，哦，咱咧游行的过程中，哦，咱有人，哦，有人提手机啊，或是照相机，哦，啊来，咱这位便衣咧，咧队伍内底，开始高档分享，哦，高档分享来。这不好啦，真的这不好啦。你两两个讲话拢骑手手车，哦，恁要飞啦，你无？恁唔是阮的单位的哦。哦，来，咱头一个，吼、哦，有人在沟通的时阵，吼、哦，咱的工作人员就要注意问题，吼、哦，将这个人跟咱的群众做适度的隔离。伊若无去隔离呢，伊绝对会跟咱群众去冲突，所以咱就包围，吼、哦，来，这一届来。
来欢迎范小凤和他的康叔。那个请那个工作人员来。是大各位社運界的前辈，大家好，好，看到阮中部有遮济遮济人出来为台湾的基本来台湾的代志，我一个台北来外省囡仔，我感觉遮欢喜、遮感动的。唔知各位时代有感觉我的台语遮奇怪，好，因为吼，我是山东妈妈加江苏爸爸，土产的正港的台湾小姐，好，好，是安尼，那我因为我台语较无好，那如果我要表达比较清楚正确的话题的话，我可能会用那个不是很好听的北京话，那我是极为端正有礼，因为这支旗子是代表这个社团，就像说当过兵的男生知道，就像说军旗一样，那只要出来的任何一个团体，尤其是说我们台湾运动的，说我们绿营的，做台独的，台独运动的社团或是参与的参与者，我们希望给人家的形象是服装仪容整齐，行为端正有礼。也就是说，建国台湾人建国运动是很高尚的，也是我们台湾人内心很需求的。并不是说蓝营常常跟我们在媒体上说什么三高一低这个样子。尤其是说，当我们像今天我们参与的这个抢救台湾大兵。主办单位是抢救台湾行动联盟，那当我们穿上主办单位这次办的活动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抢救台湾大兵，我们也代表抢救台湾行动联盟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在做物资分配或是在物资站负责管理的职工或是有服务的职工，所谓的服务职工就属于任务型职工，他要工作，他也许要传递讯息，那有一些长辈，也就是说，因为你的专业或者说年纪，可能就是不坐在那边参与。那我们这种叫做参与职工，有工作分配工作的，有物流组，或是说放组、便当组的，那叫做任务职工。尤其任务职工有穿这个衣服的，一定要记住，这件衣服就是抢救台湾行动大联盟这一次1221行动联盟的荣誉跟指标，所以当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也许我们不能站三七步抽香烟，或是啊，我要解兵门，他松垮，也许这个就是要站在旁边，